也没有四五十间房那么多。你看它顶层这个基本上可能是他自己搞了一些小会议室之类的，没搞起来那么多的吧，没有住那么多人呢，不需要那么多。这个可能是酒店自己像高民宿弄了一些马桶的设施，然后他没睡的自己就晒到了走廊里。这是你自己家，就这一层不像酒店，这一层像他们自己住。他就二层到四层是二三四三层是住的，每层九间房的话就三九二十七间房。